真正的 OG 不会把 OG 整天挂在嘴边，点了个 O Green 给我的 homie 庆祝我们许久未见，听见左边过瘾你听不懂才觉得随便，我开了门又出来弹了音乐还要弹很会圈，我记得就我随时保持 CHIWL， 他问我我每天手腕一根算不算 double kill， 我说我们要精心转传这样应该算是 double play， 我们用 Catch Ball 热身再去录音再每个 Saturday， 人狠话不多他是人面小将，还是跟以前一样坏习惯，录音前不太多，所以容易录音录到笑场，要记得投球前重新压低你的身体才不会摇晃，为什么又是没事要把我们的歌全部都给下架，是不是玩虚拟货币玩到变成了富爸爸，他经济着我表哥那些不大不会怪的必去交往，全台最大的双人组合除了 MPNB 就是夏威先跟小光，真正的 OG 不会把 OG 整天挂在嘴边，点个 O Green 给我的 homie 庆祝我们许久未见，今天左边过瘾你听不懂才觉得随便，我开了大门又出来弹了音乐还要弹很会圈，我还记得就我随时保持 CHIWL， 他问我我每天手腕一根算不算 double kill，我们要精心转传这样应该算是 double play， 我们用 Catch Ball 热身再去录音再每个 Saturday， 没有带银穿金他也没有多余的配件，他的传教令出门我跟他说爱又很危险，他先投了150手要去开球我陪练，他让我知道同样是前辈却有不同样的嘴脸，他是个 stoner 你也可以叫他 S to the end， 我们太 stoner 三桥在路易斯头脑睡着不是第几遍，在那相处8年的片段相当的胖却还一样有记忆点，如果现在你没有空那我们就再约另一天，真正的 OG 不会把 OG 整天挂在嘴边，点个 O Green 给我的 homie 庆祝我们许久未见，今天左边过瘾你听不懂才觉得随便，我开了大门又出来弹了音乐还要弹很会圈，我还记得就我随时保持 CHIWL， 他问我我每天手腕一根算不算 double kill， 我说我们要精心转传这样应该算是 double play， 我们用 Catch Ball 热身再去录音再每个 Saturday。